知道是什么意思？七月不可以乱乱走。我讲，迄个是讲，嗰是拜拜的。啊，你若讲唔是拜拜，你若是讲食糕哦，这个食糕。对对对。啊，迄个呀，迄个宗教的问题。迄个跟他偏灰跟偏垃圾。有啊，那无拜那是放灰啊，鲜花跟垃圾呀嘛，对不？是，这东西吃哦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今天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大家都在等你唱歌哈。好，那我要好好的唱一下。那当然啦，不然你要坏坏的唱，不要乱乱唱啊。因为我上台前很想上厕所，但是没有机会，又不去，没有机会，我什么没有机会？干嘛呢？前面的歌先三首歌，你就可以去了嘛。我怕我去，等一下对赶不回来。不会啊，赶不回来怎么可能？那刚才我一个介绍谁，我也是上了厕所，真的，一首歌我就回来。那你们男生更快啊，没浪滚啊，不要吗？没关系，我已经。上厕所这么拉，上厕所，我拿走。没关系了，我已经把我的内裤拉得比较紧了。不用啦，那个男生很容易的啦。Stop 住了。怎么会 stop 住？哎，那个男生，你去那边要去找求你了。女生很麻烦的，女生。哎呦，而且男生哦也太容易了啦，什么样的厕所都可以的。是。阿 Kitty， 安尼看啊，免厕所买菜，有当时。哎，不是，去鬼免菜，乱乱来，去也不可以。不可以乱乱哈，草地都不可以去上厕所哈。最好不要了。就像第一排不能坐一样。然后你们很简单啊，阿那是放尿，安尼休息会得哒，对吧？对。我们女生就麻烦了，阿苦嘞哈，阿别给你炸住阿短的条。嘛是在休啊。在休这样。Ring City 的朋友，哪里？哎呦 ，sorry， 哎呀，今天你们有福气了。哎呦，忘记许雄芳，许雄芳做好你快爷在放尿哎。忘记了，我们要直播，全世界在看。雄芳姐，吓死你！台湾就出来了，我们就看到我们吓死台湾。你自己这样不用紧，你没有跟我讲有 Ring City 啊，我还跟你一起讲。来唱什么歌？来一首《锦囊崩》，献给大家。锦囊崩，我来讲《锦囊崩》，锦囊崩。